你知道 Pornhub 这网站有毒吗？怎么可能？没毒啦，用很久了，没事。客家飞案，是的。我在找一些可以很刷的，刷起来很强的。石头感觉不是一个选项哎。A P 石头明显没有很强，我刚刚刷起来感觉是个废物。对面只要买个魔抗我就被解掉了，所以客家石头，噔噔。哎，胖子不爽了啦，聊天室。就是我们不是有一双排一部吗？今天上了精华，然后我本来上礼拜要上嘛，胖子就说他刚上过夜曲，他不想上夜曲了。然后这礼拜我前天问他，他说礼拜五下午5点，我回说收。然后今天3点多4点，我跟胖子 check， 然后他在睡觉，他都没有回，我还打给他也没接，所以我就排5点，我就照常上了。然后胖子就不爽，我说我问句啊，你有回吗？我回一个骚嘿。根据上一场经验，这个上路打得很凶，所以我们下开干上合力。哦，刷的有点辛苦哎，没有护符不知道怎么刷这个鸟，但是身为一个客家精神的打野，我们还是要刷刷看。干你被害死，我就不懂有啥好杀的，一直闪。哦，我还在扛塔，就差一下，他也不进去硬打。我被定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自己死了，所以他应该要进去把那个卡玛换了。他如果把卡玛杀掉，我回一点血，我不会死。我点这个精准回血。那死定了！真的最讨厌那种整天教人家玩打野的公路。你是？嘿嘿嘿。喜憨儿打野，不可以，欸，这可不可以告？真的超莫名其妙，他我血都没吃，他一直闪我跟踪，闪到我不爽啊！我来跟你看，我还交闪闪锤哦，然后擦一下他也不打，虽然有点勉强啊。嗯，来来来，哇，死了，被踢死。开车啊！不买分烟，作为一个客家打野，绝对不能买分烟。分烟的钱要留起来买装备。鬼子拉大，鬼斯密，鬼子锤！哇，卡玛，真的他妈中路差距。哇哇哇！杀掉艾克，有收到，还行。客家流，时间绝对不能浪费。我们如果用走的走下来吃，那是不是浪费3秒？是不是嘛？你看他也在吃哦，浪费了这3秒，也许我就吃不掉了。我吃这个绝对比较赚啊！我这个放下去就是塔皮。打皮打皮，嗯，低能了，被日了，不理他不理他，打皮，哇，这个打皮好鸡巴好吃，手塔先拿再说啦，太舒服了，绝，手塔换3个头，哎呦，这样应该不亏吧？5层塔皮800块，手塔600，1400块，换3个人头，我认为不亏。尤其在这个中路偏弱智的局面，能够互换经济，对我们来说是赚的。在臭嘴啊，喜憨儿，你嘴谁可以？不要嘴打野啊，打野有重疾耶。这把游戏输都没关系，我就是不给你来。减一减一，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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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把3箱应该免不了人，我买一些这种半砍的，才符合客家精神。我们什么都要一点。
攻击要一点啊，最好也能给一点血，我什么都要，这样最划算。对，差一百。干嘛啦？在哭哦、喔！你在哭哦、喔！你是在哭啊？你是在哭啊？你是不是在哭啦？看缺一百，一直在那边闹。嗯嗯，你怎么敢在我面前把 W 交掉，兄弟？暴锤一顿，干嘛干嘛干嘛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，李星？好烂，好烂，好烂！牛牛。操！我空 Q， 艾克已经放进男篮了。来问号哎，他还想要哎、欸，哎呦问号了，走到这个田地了，你还幻想我会给你篮吗？我相信我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，没中击呢。哦，干你的就说没中击了，为什么不抢啊？那剩500地方在那里给人家抢哎、欸。开，有有有，这次有重击，你看我这盾，我大概5秒后有个盾，很牛，我打巴龙几乎不掉钱，我超强，啊，回头吃，回头吃，回头吃了，回头吃了，不要再打了，看你。扭啥小？有啥小？重拳制裁！干你拿不起来、欸，然后这个 B 就在上面看，到底在干嘛？然后一直空 Q， 哈哈哈，好烂哦！你敢不敢再更烂一点，这个沙斯？刚回来吃巴龙就好了，没有必要这么多那些操作。我打巴龙超无脑的，那盾无脑扛哎、欸，哦，他妈死了！哎，对，死了！举起来！好了啦，扭很小。爆锤！我黑切打出来了，裂开了。你有听到黑切裂掉的声音吗？啪！裂开。嘣！顶中！哎、欸，哈哈哈！逮到你喽！客家拳击真的牛哎！你看我前面超惨，然后我发育起来，我站 A 怪。哎、欸，哇！去了？没去。我听你，真的我听你。OK， 好的啦。干，被定住！哎，我被那个 W 2定住是不能拉 Q 的。What？长姿势哦，火炬盾，哇，盾没倒转，来来
啊，在哭哎、欸，这个人的，快不要活了，他要出来无情斩杀了，赶快拆掉，赶快拆掉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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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，举起来！哇，大绝没来，你刚怎不玩飞？哎、哦，我刚怎么不玩飞？气死我！你刚怎么不玩克雷德？算这艾克运气好，这把赢了，不然肯定告他垃圾狗。操！